在这个庭问了，到另外一个庭又问了，从司法资源来讲，似乎有点浪费。是谁并谁没有多做说明，但是蔡守训手中吴淑珍的国务机要费案，还有周占春的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洗钱，龙潭案和南港展览馆案，外传周占春只愿意将国务机要费案并给蔡守训来审理，但是依照惯例都是后案并前案，也就是说，最后周占春的四大案都会交给蔡守训手中。羁押是否羁押的问题还没有确定，所以目前还没有协商最后的结果。没有一定的时程表，但是至少得等陈水扁羁不羁押有个最后的结论。外传就是在农历年后，如果真的换人来审理，势必又会掀起一波争议。东森罗信林汉廷台报道。台北地院呢传出希望陈水扁案的周占春跟蔡守训两位法官能够并案审理。陈水扁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那么的护卫着他的儿子跟女儿，但他换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今晚完之后呢，我们带回来讨论。赵建明爷爷去世啊，他不去，我跟你讲是极不孝的事情。这真是很糟糕，他长孙，长孙，长孙媳耶，而且他自己不去算了，他连小孩都不肯去，你知道吗？三个男孩都不肯去，连陈水扁平常最让他这个女儿的，他最不敢去惹这个女儿，他都跟他吵架说，你一定要去。你最爱的旺仔牛奶，谢谢妈妈。妈妈，我每天都有营养目标啊。宝贝，营养是最重要的。是，我一定完成营养目标，整箱营养带回家。喜事，及时到，上大梁，旺仔牛奶棚。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旺仔牛奶棚。我家有喜事，我儿子结婚了。来来来，旺仔牛奶棚。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旺仔牛奶棚。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棚。陈世忠呢，看到这个他爸爸呢，向这个黄琦买的这个紫水晶呢，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啊，就骂他爸爸白痴，还是讨个派体啊。这听起来其实真的还蛮像他们家惯用的这个语词哈。我在古代里面的时候，你要做圣人呢，要有两个条件，一个叫五恶车，还有一个也住，就是念，因为这两个条件都让你非得去做圣人不可。他在他们家现在不是圣人，是剩下的人，他们觉得他很多余了，对不对？哎，以陈水扁现在的状态来讲，真的就是说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帮他改运吗？我觉得他每天应该在家里放个周占春的照片就可以改运了。所有的能改运的东西都是一个张力，一点点。那你超过了很多了以后，那只能向上帝忏悔。那个大概忏悔会是唯一的，向国人谢罪。我想那个是最大的辟邪力。
所以说，不管是他们家什么在这个阳台啊上面啊放一个什么八卦或什么的都没有用、啊。这些都是张力，一点点的张力。嗯，就是说你刚好只是一个小错，或者是一点点的障碍，那可以用一个表面张力的东西去补强。嗯，但是你超过了一个临界点。那个东西天都救不了你。嗯，崔勉他们家现在是不是处在除了是压力锅之外，有点分崩离析的这个状态？比如说这个吴淑珍会讲出来说他要把吴景茂给杀了啊、哦。那虽然呢他们一再的否认啊、哦，还扬言就说这个要告这个杨宪宏啊、哦。那我也看到这个宪宏兄呢有说他觉得吴淑珍讲这些话、啊、有点太超过了啊、哦，说他有悖伦常等等，他也要求吴淑珍跟他道歉。但是这个说要把什么什么人给杀了，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吴淑珍的口头禅。那我觉得有个最明确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吴景茂跟吴淑珍他们的关系不是已经交恶的话，吴景茂不会换律师，对不对？对，他不需要把陈彦扁给我聘的这个律师给换掉嘛。所以显然就是我已经不信赖了啊。而且这个从吴景茂出来，然后讲那些话，说他后悔做了这些事情来看，其实吴景茂大概是他们家忏悔，他们整个的家族之间忏悔的第一个人啊。其实里面吴景茂还是一样，那本起诉书真的，大家仔细去看，里面第26页是最血淋淋、活生生。突然之间为什么要换成陈志忠介入？嗯，因为里面写的因为吴淑珍担心他不小心过世之后被他哥哥吞，然后下一段再写的是每一次吴景茂和陈君英上台北就像抱着几百万几千万，对，就这样子来来回回在台北这样奔波，那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再下面一段是陈志忠一结婚之后带着黄瑞进进国泰世华，至少去过两次，对，所以我就说其实里面又看到了他们这家人，而杀了他这句话是列在蔡明哲，就说他要杀了蔡明哲是列在笔录里面的，所以这些话显然就看到这家人。所以如果他们有什么改运呢、哦？我是觉得这个时候，也许马英九从小读四书五经有用，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蓝水晶、紫水晶，他们这全家人都需要孝经。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挂个孝亲图啊，真的是。我觉得他们要孝亲。这次这个陈信瑜啊、哦，他刚刚用个。陈信瑜女士，我就觉得很惊讶，怎么会对陈信瑜用女士？你知道，好，女士就是表示你很成熟了嘛。嗯，在台湾的传统习俗里面啊，你媳妇嫁给人了、啊，虽然男女平等现在哈，但媳妇嫁给人就是赵家人嘛。对，对，这一次赵建明爷爷去世啊，他不去，我跟你讲是极不孝的事情。这真是很糟糕，他是长孙，长孙，长孙媳耶。嗯，而且他自己不去算了，他连小孩都不肯去。嗯，你知道吧？嗯，三个男孩都不肯去，连。陈水扁平常最让他这个女儿的，他最不敢去惹这个女儿，他都跟他吵架说：“你一定要去。”嗯，他跟他爸爸大吵，说不去。嗯，他赵建明平常很怕这个太太的，也认为说你该去，就也跟赵建明大吵，说我不去。到最后，在这个台湾还有中国的习俗里面，长孙是要捧牌位的，对对不对？他捧牌位，对。结果算一份，爸爸对，他算长子一样。爸爸劝他，劝不动。先生劝他劝不动，最后怎么办？就陈志忠，他现在唯一可以谈。陈志忠劝他了，他让一半，让什么一半？就让小孩子回去，他孩子不回去，这很荒唐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非常严重，你知道，而且给外面观感很不好，也因为你做了这种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记者就想问你，你为什么不回去？才会激得你假如做了每个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稳稳当当，记者也没有兴趣去问你嘛，对不对？所以这一次，而且更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他们家好像这家人很奇怪，大家都在讲这句话，你知道吗？公祭那天赵建明也没去，你知道吗？为什么？公祭那天你知道为什么赵建明？因为他要去帮陈水扁体检，因为他这很奇怪，这算什么？他是长孙呢，你爷爷过世，公祭你不在场哎，陈水扁一定要挑那个时候体检吗？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语汇啊，真是充满了暴力啊和这个不孝。像这个我们很早就听到这个陈信瑜讲说，他希望这个赵玉柱去死了算了，对不对？去死了，去自杀，去死了算了啊。那现在他妈妈呢又扬言要杀了蔡明哲，要杀了他的舅，杀了这个陈信瑜他们的舅舅。看起来现在在扁家里面真正发号施令的人就是陈志忠了，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检方或者是法官没有考虑对于陈志忠再采取些什么样的动作吗？应该要采取动作。要是我的话，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布局要声押陈志忠。我们布局有很多要件，根据法律的要件来一样一样把它达成了哈。那陈志忠依我的个人的判断，应该是从2006年以后他介入金改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看看这个各企业家遭受的
这个同承认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哈、嗯嗯？那陈志忠呢，应该要声压、嗯，为扁家好，也为所有人好，告诉人家说不孝，不孝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嗯，刚刚我补充一下那个谁吴景茂的问题，我们过去办案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为什么？因为你到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办案人员会把所有证据摊开给你看，你看看吴淑珍做些什么事情，讲些什么事情，什么通通给你看。然后你在牢里面呢，有很多时间在思考说，我苦来苦去为什么？对，我为什么、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得到什么东西划不来？所以说在闲聊的时候，慢慢慢慢的，那个办案人员会跟他聊聊聊，聊得越多，所以才会里面就钻石。对，而且啊、哦，你刚刚讲说是他的手是不对的，钻石啊、哦、洗钱一定要裸钻，就是还没有镶工过的、哦，就是一颗一颗的。对，所以。你刘伟杰就这个方式，是刘伟杰都是买裸钻、嗯，而且这个裸钻呢、啊，一定要白钻，白钻啊，还要白钻，对，白钻它车工是圆的，折射率最好，是你到黑市市场上最好卖，嗯，那打折最少，不然有的你去没有那个保证书的，他要打七折的、哦，你知道吗？打七折，而且白钻的那个增值率最高，扁家如果把现金。全部换成钻石、哦，这个白钻、裸钻的白钻，像刘伟杰一样，刘伟杰就是换成这个裸钻的白钻。那你想想看嘛，这裸钻的白钻哈，我如果把它当作维他命，哦、我装在维他命的罐子里面，是放在手提帮你带，绝对没人知道，这绝对查不出来的。哦、它就一颗颗的嘛，是吧、哦？好，装在行李箱里面，这样一瓶多少钱？好几亿。甚至几十亿，甚至上十亿。有人说那会到百亿，如果你是用那个维他命的话，那可是上百亿了。那信宏，我们的黄方业有一句话呢，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如果扁家真的有怎么样的话，他会照顾扁家一家大小。也就是黄方业现在他跟整个扁家的交情到了这种程度，耶，你们家已经是这样子被追杀到这种程度，整个特调组、整个特侦组对你们家做进行这样严密的监控，你还敢帮他们家送钱哦？所以我对这个消息啊，我为什么都很保留的原因在这里哈、啊，因为这个时间交接，即便是了、啊、哈，即便是这个吴景茂啊，在这个特侦组的时候有讲到说，可能有一批这样子的珠宝或者钻石曾经交给黄光彦，我也认为在这个他不是有很多这个保险箱吗？对。的时候，我认为那个交接点应该在陈志忠他们夫妇啊开始逝世的时候，我认为黄方应该都交回去了。哦，是吧？那黄方燕的离开可能跟珠宝的关系，我认为不大，所以西平你可以不必担心他安全，他应该是身上没有珠宝，他身上有的是他知道太多事情了，他知道太多了，他知道太多。其实黄方燕曾经说过嘛，他说有比啊。诚实更高的道德，也就是说他有些话他说不出来，他知道太多事情了。他从过去就是这样，在陈友好事件的时候，他曾经跟一位他最好的朋友讲说，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就是说，那我们那时候还以为说，后来国务机要会出来，哦，国务机要会错了，洗钱。可是也是他跟劳神讲，叫他劝他出国的。对，是，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总是哈、啊，黄燕应该是知道了很多。然后现在他进去，我认为他这一次出去，应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有人泄密让他先走。是啊，那我再提醒那个特侦组，还有几个名字也还没出来，我希望他们不要也都出国了。哦，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黄燕会出国这一件事情是特侦组你要负责。我们都知道他知道那么多，你怎么会没有传他来问呢？尤其是洗钱啦、珠宝处理啦这些，他一定都有 involve 嘛。我跟你讲，礼券他都处理了，对、啊，请问珠宝处理了，收购也代表吴淑珍，是啊，都国票也是他出来告诉你们要怎么瞧的。当然在时间的切割点上，我们可以帮他切割一点，就是当时候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陈志忠还没出来。那陈志忠出来以后，当然是陈志忠怎么会只有处理洗钱呢？当然珠宝怎么处理，他也会处理了吧？这个可以理解，所以应该不是他知道太多，他也没有办法，这个去面对。所以我认为是重要的是他的消息面。
他知道太多了，他知道太多了。好，那董好，现在我们来看，在整个案子里面，好，那现在问说，第一个，黄方彦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也就是说，今天特侦组如果他要去拼整个扁家的拼图的话，哈，那黄方彦他这个拼图有多重要？黄方彦的地位啊，在马永成之上。哦，跟他并驾还重要。马永成其实在里面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哦，这样子啊。马永成在特侦里面讲说，他没有那么多的决策权，是事实。事实上，黄方彦在处理阿扁家这个对外这些关系里面，一共有三个人是并驾齐驱。哦，在南部当时把林文渊摆到了高雄。哦，林文渊在高雄。然后南文渊对，南文渊，北方彦嘛。北方彦，金融扶植起来是郑生慈。郑生慈。那黄方彦的问题啊，其实今天特侦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哈，嗯，还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嗯，这里面我觉得是有鬼的，因为啊，在十月的时候，嗯，甚至在十月中旬以前，他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黄方彦帮扁嫂洗钱，他有吗？已经掌握到了，已经掌握了，只是当时他们约谈动作里面，林文渊也来了一次，郑生慈也轻轻的来一次就回去了。黄方彦也是来一次就回去了。嗯，当时我们还以为说，这三个人是先点到为止，摆在那边继续做监控。对。可是怎么样都没想到说，黄方彦居然是没有被限制出境，也没有做禁管通知。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错误。那也就是说，也许啊，真的是司法暗桩发挥作用了。哦，司法暗桩。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今天的特侦组啊，是集全国所有司法资源于一身。嗯。没有一个单位敢不配合他，他要压人，除了一个杜丽萍以外，啊，没有一个失败的。对，你很难想象说，今天这么大的一个权力，他居然漏掉了黄方彦，而且黄方彦身上背的秘密，像宪宏哥刚才所讲的，太多了。啊，收购这是众所周知，所都知道的，最主要是金控，啊，还有很多一些北部有困难的企业，啊，这里面。未来应该还会看到说企业的困难在纾困当中又交换了是哪些条件。好，那当然现在黄方彦身上就有很多的谜团了。我们看到了过去大家觉得只要马永成出来就代表谁，代表阿扁如正清零。那在台湾大家也非常清楚，只要黄方彦如果出来代表谁，代表阿珍如正清零。哇，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对他没有尽管，你慢慢知道说收购你也进去了，股票你也进去了，居然对他没有任何的管制的措施。但黄飞燕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看这则报道。根据东森新闻每周特派记者的深入追查，发现一个十年前的地址，而这个位置就在纽泽西州黄方彦儿子就读的罗格特斯大学附近。而根据两年前搜狗案的经验，黄方彦就躲在林姓密友位于马里兰州的豪宅里，还被拍到了搭乘休旅车前往机场。另外有一说，黄方彦可能在旧金山落脚。两年前黄方彦返台接受侦讯，透过东森新闻的独家镜头，黄方彦搭乘华航班机，中途在旧金山转机，因为好友的款待，他在这里待了特别久的时间。该说的时候就会说，好，谢谢。那最近在美国待的心情怎么样啊？那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回台湾呢？大家在一起讲好。是不是有人催促你回去啊？没有。好了，谢谢。好。当时黄方彦选择返台面对现实，这次黄方彦卷入更复杂的洗钱疑云，他真的会回来吗？各界都等着看。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我们看刚刚那个画面呢，是在2006年，当时在5月24号，整个检调也是要约谈黄方彦，可是到一早他还发现哦，没想到他人已经出去了。这一次呢，也是一样。当特侦组已经开始知道你在洗钱案上有角色，在很多企业界跟扁家的关系里面你也有角色，好了，我开始特侦组要去约谈你了。没有想到我要约谈你的时候，就像刚才戏明所强调的，在陈云林来的时候，全国的焦点都放在陈云林的时候，他又跑掉了。所以这个东好，这到底怎么回事？两件事情怎么这么类似呢？都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个就是通风报信了。上一次，2006年那次去美国是躲收购，躲一个月，有人叫他赶快出去，等到事情处理好了，就叫你回来了。你回来就正式的接受这个检察官的讯问。哦，这演戏了。好，因为检察官也动不了了嘛，是动不上去，要你要查也没东西可以查了。
那个时候他要出去，那个本来检查检调单位那个时候的企图心啊，是要从防黄燕手做个起点，本来要去碰那个马永成，所以他有点骨牌的问题开始味道出来了。那追马永成是哪一块？因为后来那个案子就被切掉了，就断点了嘛。那所以他出国之后，其实上是靠情报单位泄密，他还知道说他在这个美国什么地方，慢慢大家才努力去追。那他躲在那里。那在国内的部分呢？当时你就只能慢慢再去对那个李卷发票啦，这是死功夫。对完了，那你又怎么样？我一样把你挡掉。一个月之后，被舆论逼到了，他也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是把徐旭东给牺牲掉嘛，起诉给徐旭东，其他人全部放掉，事情就摆平了。事实上，冯光彦。你等于说这个月的时间就是要该湮灭证据湮灭证据，该切割的切割，该找替死鬼的找替死鬼，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你黄方彦反正回来，你只要咬死一个说你不知情，就顺水过关了。我只是民间人士，我收礼券嘛。哦。然后剩下的事情你根本查不下去。就招先套好。对。那这次来讲，就很可恶了，就是说，因为特征是很早就知道黄方彦是有角色的，而且不只是洗钱。嗯。后来根据那个相关证人的供词里面。像很清楚的就知道说，像原来国泰世华里面那7.4亿，那7.4亿其实里面，据他们转述哈，里面呢、有一个银行的那个，因为那个新都是新钞，上面要绑，是你从银行领出来现金的时候是会绑那个银行的袋子的，对，每家银行是不一样的，有一块啊，大概是3亿，另外有一部分啊，大概是3.5亿，另外大概不到一亿的部分啊，就是搞不清楚是哪里来的啊、那。其中有一个银行哈、跟黄光彦的人脉关系上是有关系、有牵扯到的。对啊，何浩，你是说从那个绑袋子就知道那个钱从哪来的了？我们保守一点讲，就是说是哪一个银行进贡的、领出来的，放在那里。是是是。那今天黄光彦跑掉了，你怎么去讲说这个是贿赂的钱还是政治现金的钱？这是个断点。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特侦组会让这样的人出去了？你要怎么去接这个点？是还是？真的是演场戏给大家看。你放掉谁？为什么要放掉他？我补充一下哈，因为黄光彦的重要性哦，我们要从一个个案来讲。其实这个东豪知道很多内幕哈。我们常讲就是说，过去不是查金控这一块吗？对。什么二银行、二寿险、一票券。好，现在变成三银行、二寿险、一票券，就是它越增越多哈。里面的个案其实刚刚宪宏有点到一个国票嘛哈，另外有一家银行，另一家银行是那个。阿扁嫂主动做媒的，好、那就说有人买方觉得买高了，所以就叫卖方后来出了1亿。这个案子是在特侦组在查的，你应该是说你并我应该是有利可图，可是因为这是阿扁嫂这边主动做媒的、然后这个买方觉得，照理说我如果以后因为并了你，我有利可图的话，应该是我来进贡嘛，对，就不是，他是叫卖方出钱，因为他觉得这个媒哦让他。掏出来的钱是高了点，这个价出的高了点。那这个案子也是在查的哈、那另外刚刚东豪讲到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因为今天中国时报有点到一点，什么叫重大交通工程案？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过去有跟记者表情很自在，然后想问一下说妈妈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们还在吃饭呢，现在还在吃饭。在吃饭不好意思。对，我们在外面边嘴。对。我还是不要拍我们吃饭。对、前个夫妻两个心情好，午餐时间点了汉堡，吃了薯条，还有意大利面，一顿饭吃下来花了将近1000块钱。他们要求坐比较隐秘的位置啊，我们本来是帮排在那边啊。突然巧遇记者陈世忠夫妻俩匆忙用餐40分钟，快闪离开，不但大方给了零头当小费，而且这次又是用现金付钱。他有要求我们帮忙，他们要出去，对啊，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他们还会再来。扁家人还真是付现金付习惯了，吃饭付现金，买几万的钻表也付现金。而且尽管扁家官司缠身，但看来这些都没影响到陈志忠夫妇。过去有媒体曾经报道，黄瑞静认为扁家外佣煮的菜实在太难吃，吃得很痛苦。这也难怪，就算陈志忠夫妇被检察官要求从重量刑，两个人还是出来拍拍照，也没忘记要用好吃好。继续他们的奢华生活。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创下我们刚刚看到今天他们两个又去美食餐厅，两个大概吃了八九百块钱，然后呢有趣的是又是付现。其实对他们来讲，第一个我们一直讲说他们家的现金到底多少，关键点就在陈志忠，因为国内还有多少钱，关键点是在陈志忠，因为海外的账户受益人都是他什么的。然后当然他们今天其实说实话，以两夫妻在信义区那边吃饭，八百多块一千块其实也还算好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我就觉得说他们包含前面在家里的那个状况，现在陈水扁他们家里其实你用人性的角度去看到是一个压力锅哦，一个压力锅有时候会突然爆发。对，我没事的，我在外面，然后我那么多等着当受益人的，你把我叫回来，那叫回来告诉我没事，就现在告诉我说要加重其刑。然后另外一个呢，所以有偶尔呢，然后你这个其实骂他爸爸的那种状况是什么，你连那种小朋友，你那个什么家里还给我摆个八卦，然后还要去菜籽子，那种是一个情绪。但是另外有时候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因为他们已经搞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偶尔的时候要去被起诉的那一天要去 SPA， 要去 SPA 一下。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心态是很复杂，但是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说他们也有点笃定。笃定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你真不能够加重其刑判到他有罪证据。第二个，我还是想说包含前面的钻石的部分，我还是怀疑说你就说什么大张旗鼓在这么紧锣密鼓的时候，是可能有黄方彦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珠宝带出去，那样太招摇了，你看过海关人家看你，不可能的。而是2006以前，其实扁家出国最多，如果用钻石或珠宝洗钱，最有可能的，最有可能的出国26趟的人叫做陈志忠，而以吴淑珍的习惯，都是扁家的钱，就算海外有个保险箱要存。所以我怀疑的是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特侦者很有问题，黄方彦是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陈志忠还不处理，然后陈志忠还不羁押，或者是没有证据呢，还是说？特侦组根本也是在打一个假球给我们看。嗯，好，那宪宏，现在给大家有个说法，就是哦，其实阿扁除了你可以看他现在的动作，就是他非常怕自己被关进去，但是他更怕谁被关？更怕吴淑珍，更怕陈志忠跟黄瑞进。为什么呢？反正他说，哦，我的意志力很强哦，我绝食，但没有意志力是撑不下去的哦，不像这个两天就等于已经糟了。可是如果是陈志忠呢？如果是吴淑珍呢？要两天吗？搞不好两个小时他们就糟了。哎，他们的那个出身，他们的那种生活，一进去，搞不好所有东西都不要扛了。这头啊，陈水扁讲啊，陈志忠听，陈志忠叫不来听你的。他所想的怎么是谁要进去特侦组？他所想的是谁要先去美国啊？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这个陈志忠现在又现身了，前几回现身以后不久就跑到美国去了。这个一样嘛，我觉得他们说不定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哦，曝光啊，看到我们在吃饭，我们在台湾啊，以后就不在了。而且我再补充一下说，突然怪，很小心的啦。突然怪的就是说，二妻孽子这个形象又出来了。我们知道说陈水扁回去之后封口啊，对，封门啊，然后查得很紧啊，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又要把这个讯息给放出来？二妻孽子陈水扁多可怜，陈水扁多么的没有影响力。周三人称说他不可能有影响力，证明给你看，他在家里二妻孽子，他在家里都没地位了，他能够影响谁？所以我觉得后面很可怕，有什么戏不知道，包含陈志忠是不是每天要盯着，要不要哪一天就跟黄方彦一样不见了？新闻稿了，对对啊，那现在新闻稿其实很可笑，把那个是那个什么一周刊骂成那个样子，说了完全没人性话，可是为什么不告他？对对啊，为什么不告？我们只不过讲一句还有根据的话，马上威胁我说要告我。对，为什么这个不告？就是表示这个消息来源说不定就是他们自己啊。哦，你说对不对？我话说得很重，高高举起，但是我根本不放下来，我根本不去处理这个部分。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消息来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本周刊跟扁家之间的关系是有这种关系嘛，就是常常有一些消息根本看起来。我们从消息面去看，这如果不是他们家人自己提供，怎么会知道？所以那个场景好像在他们家装个小耳朵，那个这个清楚的看得到。而且过去你记不记得我提醒过你一次？对，《苹果日报》在那一年呢、啊，这个陈志忠跟吴仲亮两个人熊抱在一起那张照片，对，我请问那个东西如果没有人安排点去拍，怎么会有？而且那时候是不是某种程度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最大报，去展示一下说，你看哦，
金控公司的都来报了，就是小教户去拥抱这个金控大少爷，这种镜头嘛，就看了第一张照片就是马永成交接给陈志忠，陈志忠跟金控的小老板拥抱了金钱跟权力了。那那个镜头一看就知道，那个摄影机老早就在那边安排好的，等在那里拍的照片嘛，这个很清楚，所以表示这个杂志、这个报纸根本就知道你们要去嘛，啊，谁告诉他们的？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嘛。说不定马永成，而且那个效果就是孤家爆了，所以蔡家啊、吴家啊会被嫁去了，对，爆嘛。所以这个里头有这种，他们长期利用这些媒体。啊，那这一家媒体常被利用也是事实，所以我是说，我就只以这一点说，这么严重，讲得这么难堪，包括什么白痴都上了标题，都不告，这什么意思啊？好，那我们看到，对不对？当然怀疑你嘛。是《第一周刊》呢，现在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只要阿扁一出来的时候，不断形象一个形象什么，恶车。立柱无油糖衣，也就是阿扁呢是可怜的，阿扁好无辜哦，阿扁根本不想把这个钱放到口袋里面，但是因为有恶车立柱，让他不得不然，真的是这样吗？邱家环。